所以要继续来看，就是漳州头发生伫这台南，这嘉南有利科技大厦学校门口迄个死亡车祸的这恶俗消息。啊，这场因为车祸夺走两个哦，伫遐读这食品系三年的这两个学生的这少年性命，所以今仔学校有闹进行这心理辅导，希望这同班的同学会当啊搁起来，啊，这同学有闹凹爪，写着对两个囡仔因的祝福。红着目眶，一直用卫生纸擦目屎。十七号中昼就发生伫个校门口的死亡车祸，意外夺走食品系三年的学生啊，孔阿文甲谢佩君的性命。早时啊，学校透过班级心理咨询辅导，和班级的同学来写了对两人的祝福，希望合作同学会使走出心理的创伤。同学们，好，如果有啥对于两位这个往生同学或是受伤的同学有什么样子的话？在皮纸顶悬写了放袂记你的笑容，同学一句一句写了对两人的怀念。心理辅导师嘛是伫边啊陪伴同学来压制的自豪，让因会使透过这个过程释放压力。希望同学早日走出伤痛甲阴影，莫去影响着考验。透过这么一个智商的辅导，让他们在这段时间可以在心理上面比较平息一点。除了这两个同学过身，食品系三年一班阁有三名同学伫咧大医观察详细。辅导课程了后，班上的同学嘛已经决定要取消原定后礼拜要举办的毕业旅行。记者杨庆如、明昭群台南报道。